中的野鸡。山林中的野鸡啊，求食非常的辛苦，走十步才找到一条虫，走百步才找到一口水。但它仍不希望被关在笼子里，因为啊，在笼子虽然不愁吃喝，不能慌乱，但是精神上终不比野外自由。今天故事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